亲爱的施工商人、金色师傅、主管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，大家下午好。施工商人，您的孩子回来了，在今年的1月1号受证成为慈诚，看到施工师伯他们不懈的精神，跟紧施工师伯的脚步。各位菩萨，过了新历年、农历年呀、也紧接的吼、快过农历年了啦。时日已过，真正的感慨啦，感慨命亦随钱了啦。不过呢，也看到了孩子呢的长大了啦，看到了一位小灵儿。我是从前的小宁儿，如今的大宁儿。我是慈二代，旁边这位是我的母亲。然后还记得就是921那一年，因为妈妈是台中的文宣组长，所以她穿梭在人群中，就是记录大家的身影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以民权会所联络处的桌子为睡觉的地方，然后也是我有记忆以来与慈济相遇的故事。施工您的孩子一直都在，即便我们在外面走走停停或跌跌撞撞，我们心依旧如初，然后希望可以接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认识我们成长的环境。谢谢大家。看着他从婴儿成为小小幼小的孩子，看着幼小的孩子慢慢长大，幼儿园、小学，一直看到他呢，大学毕业又是在就业了，这就是时间成就一切。亲爱的上人，你的孩子回来了。国三时成为了慈济的关怀物，因为我从小发音不标准，我在所有人的眼里是一个什么都不好的小孩，因此让我很自卑。但是因为有慈济家人的爱，让我发愿大学参加慈亲社，更感恩我的所有慈亲的一德爸爸妈妈的陪伴与照顾，因此让我在所有的活动中学会了感恩，也让我期许自己要成为一位手心向下的人。施工，你的孩子回来了。我会扛米箩承重任，更会以你提醒我们的感恩、尊重、爱对待众生。很感恩呐、主这的花莲呐，行动起来，再带回故乡来，来大家人人人行菩萨道，咱中部呢菩萨啦很旺啦，而且呢。人人总是心轮转呐、过去的人生，甲现在入住者啦，那一种的心宽念存，那行在菩萨道上，天天呐、总是呢，早入菩萨去求生啦，这都是听到个人每一位菩萨安尼来甲。师父分享，互相分享，互相见证，迄笔记落来呢，就是书信。这样，希望中部啦，这部书籍的总经啦，和这部书啦，这部历史啦，伫师父一地咧，互我看会到。我即马干那一个心愿，我吼。真正是扭力啦，还是呢推气啦？我真正是吼，真用心，真用力，看到了各位菩萨，真正的都是庄严呐，而且听听大家的分享，和我真感动，同时也很感恩。这么这么认真诚意啦，那自己的慧命在演说，亲像在扭索啊，
一代传一代，甲精舍呢，就是法脉精神，这他们总是安尼，甲法脉顾好健康，甲咱的宗门呐开开大大，不断不断菩萨求生入大门来啦，法脉好健康，会当呢。哪怕师父无伫咧，还是同款，免予师父烦恼。下一代，下一代啦，因咧嘛是老实修行，因嘛真诚的为人间伫咧付出，要来带领啦，慈济人啦，师父拢真安心。我们要学佛，佛陀的心就是。大慈悲心，师父的智慧呢，就是把佛陀的慈悲啦，施舍在人间，将我听到，将我了解，我就拼性命讲予恁听，要予恁人人人间相传，这是吼师父的心愿，所以恁的心情，甲恁修行的时。佛心为基心，素智为基智，恁爱学佛的心，大慈悲心，就亲像师父伫咧学佛的心，就是不忍众生啦，佛法无真切的了解，所以呢，我都爱拼性命入来，予大家人真切了解，佛陀来人间。是要教菩萨法，要教导人人呐，学佛都要行菩萨道，所以我都爱入来人间，在人群中甲恁讲，恁要学佛，学佛的慈悲，啊，要学佛呢，一定爱先行过菩萨道，人生的苦难，咱爱去拨除众生的苦，安尼呢，因缘。慈悲的因啊，而且呢，爱的缘啊，在人间，甲大家人结好缘，度众生，将来啦，恁再来生，再来生，那结真济好缘。师父嘛，甲恁讲过讲哦，我过去生吼，啊，甲恁唔知结偌深的好缘啦，师父。拢无去甲领导甲恁导，总是呢，干那讲一个话啦，一呼一呼啦，万应啦，大家人呢听到师父的呼唤，啊都啊，我真欢喜听，我真爱听，啊我听了后呢，我真感动，啊我真感动呢，我都要身体力行去做，恁敢唔是拢安尼呢？所以。换恁伫咧度人，所以讲吼，啊，恁也是安尼直直度，直直度啦。同款结好缘，过去师父就是甲恁同款，我嘛是咧行菩萨道啊，我嘛是安尼一直度人来认识佛啦。啊，恁即嘛呢，嘛是一直度人来认识师父啊。啊，师父都搁再甲恁见证讲，对，就是爱安尼做，恁安尼做。伊啊，安尼做，大家安尼做，因为我是安尼做，所以师父拼性命、抽命啦，也是用力啦。伫这个时阵，佫会当出来，佫会当甲恁讲到遮尼连接，佫袂断去。迄是我一边啦，伫咧讲吼，我家己就想，我佫有下一回无？那无？但愿有啦。总而言之，恁爱认真听，不管有无有啦，总是呢，恁即马在身体力行啦，真济众生呢，伫咧等咱个度吼，那在靠恁个力。啊，师父呢对恁讲个就是讲，安尼呢，一代一代伫咧传啦，五万呢会当。50代哦，恁都爱吼，家家相传呐，
安尼了解无？哦，期待恁哦，每一家都是安尼直直传落去，好佛法啦，普天盖地啦，那空间隆重呢，有佛法净化人心，在这个空间呐，到处呐都有佛法净化人心呐，土地面顶呐都有菩萨的脚印，所以吼、哦，师父的道顶，拢定定放两支脚伫遐，内心呐，甲家己精进、进步、精进、进步，来呼吁家己，那日日精进，分秒精进，一步进一步，步步精进。师父是安尼伫咧鼓励家己。